强震余震，昨天晚上大家好不容易才松一口气睡好觉。国人朋友啊，今天晚上开始雨弹又要凌空炸裂，事实上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开始准备进入了防灾避难模式哦。雨量预报图吓死你了，半个台湾紫红色一片，好可怕、啊！俊仁哥，我谈这个天气哦，我跟叫做现身说法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在走过来录影的路上呢，雨伞被吹翻，全身现在还有点湿湿的，所以这雨非常大，我可以做验证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地震过后呢，大家发现一件事情，奇怪，怎么全台湾都陷入？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紫紫红红的？这代表降雨量，代表非常可怕，紫红色一片。那之所以这样呢，正是因为来自于华北这个雷雨包已经封面往南移了，对，所以台湾已经在整个笼罩范围之中，十个县市都陷入大雨特报。而且不只是如此，各位啊，他们讲这种大雨啊叫做百年一遇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时袭击在亚洲，但亚洲常常下雨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各位，连中东地区，我们讲的杜拜、阿联等地，竟然这种沙漠地带，一年年雨量可能只有90毫米不到了，都变成了水乡泽国。所以他们说，这个全球的极端气候恐怕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损失变穷，高达38兆美金。好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洪水有多么的惊悚。不只是因为它出现在我们以为的沙漠国家，更可怕的是，你居然从外太空可以清清楚楚拍下这一大滩的水耶。对，我们通过所谓低轨卫星也好，高轨的这种摄像卫星也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叫做触目惊心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我们从太空来看阿联，各位，原这是原本的阿联，你仔细看哦。你就是我们现在镜头上播的画面、这就是沙漠嘛，因为全部不是看到都砖头啊，雨旋另外被跨上、我跟你讲，下一刻你就知道了，因为现在的阿联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君彦哥有没有看到蓝蓝点点？蓝蓝点点多了，多很多欸，像珠光宝石，对不对？很像这种矿石里面的塞几颗蓝宝石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湖泊，哇，全部都堰塞湖，全部都积水了，有些甚至不湖泊，有些甚至是都市积水，积到整个都变蓝色了，就是说吓死人，这个面积也太大了吧。整个沙漠地带现在变成这样，所以我们呢从卫星现在带你来看到实景，实景是怎么样？各位，带你看到杜拜，杜拜呢现在的每一条马路上呢全部淹水，骤短最淹大水，而且各位你要知道，杜拜呢全部都是豪宅，而且呢要么就是这种名媛呐、名人呐、居住的地方，甚至有人度假胜地，结果没有想到街上坐大水。各位，你不要看这种泡水没什么，我跟你讲有差别的。你在大陆泡到的是什么？电动车，泡到的是小米，泡到的是比亚迪，在这边泡到的是你知道什么？凯迪拉克、劳斯莱斯，哇，都是兰博基尼，靠石油致富的富豪哎、都几千万的名车，全部都放在水里面。甚至你看啊、有一个名媛呐、还po上限动 Dubai Cloud Seeding Today， 他说什么？说这是他原本豪华的家里面，你看几台车都全部泡水。自己的家里面，甚至还跑现出这种瀑布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亚西朗哎，这个急流跟瀑布一样。不只是如此，甚至是在路上的超跑呢，通通各位保杆掉的掉，甚至有车主的2000万的车子，万马博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每一台都是超跑，每一台都是上千万的豪华轿车，汽车逃亡，急挖博哎，我惊躁，为什么？怕什么？水落在淹高，哎、我才是那个最有价值的，我身家数十亿，洪水来就来，谁还管你有多少身家、对对对，我跑了再说，更说，所以就更离谱的在这边啦、有些大老板，有钱到什么程度吗？你那个数十亿汽车逃亡，你也小咖，你知道有个大老板、为了说不要自己涉水，你知道做什么吗？来，各位你看到，他叫下人先垫好垫子，他就是踩在踩一步。垫好垫子，我再踩一步。垫好，我再踩一步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他连水脚都不愿意碰到水，真正规砖窟窿孔金的呀，钻石做的，不是孔金，有够离谱。好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百年一遇的大雨，除了中东，当然刚提到了亚洲，我们现在刚刚开始，而最惨的是广东。广东淹成了百年一遇的这个洪患，问题是，你以为天灾吗？今天传出可能是人祸啊！这个有钱人淹掉超跑，他还有钱可以再买，但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？广东遇到这个百年一遇，很多人叫做家破人亡，因为他们家都没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很多民众质疑啊，说不对啊，我们广东以前从来没有淹过这么大的水，即便间歇性雨量很大，会不会是有一个状况，就是你为了保下游的广东，所以才大幅度的泄洪？各位还记不记得雄安新区那个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状况？为了保雄安新区，所以把附近邻近的地方全部能淹的都淹了。他们就讲，你看到这个山洪爆发，各位吓死人，这是在广东哦。是，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画面，你不讲我还以为这是电脑 AI 做的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根本就像什么仙侠小说里面的这种什么大怒神一样，怎么会有这种状况？然后中间只剩一棵树，孤零零的站在那边，而且不只是这样，很多百姓呢困在家里里面，他呢，人家是我家门前有小，他不是，他是金毛罗铁毛波，为什么？
他望眼过去，撑着一只孤零零的雨伞，但是他的前方只剩下什么？一滩烂泥。前方就剩下这边，各位啊，我很担心他的安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困在家里面，进也不行，退也不行，然后一副很无惆怅的样子。那请问一下，坐吃山空，存粮也有限，所以有关单位到底有没有救到他也不知道。但不只是如此，我们讲了，除了伴随着大雨之外，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强风。因为呢，他们就有一座桥梁呢，风吹着吹着，各位很少看到这景象，风竟然把桥梁吹断。就你现在看画面，你看哦，本来上面还有人拿着手电筒在走来走去哦，就下一刻你看哦，雨来了。风来了，有没有看到后面？古爷转波浪，邦邦楼来。这个是哪来的力量这么大，可以扯断这座桥、啊？对，没有错，各位，我们从来有听过地震很严重，没有听过风把桥吹断的、哦，而且还是水泥桥。不只是如此，那个画面就更加惊悚。有人呢，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、财产，甚至是生财工具，他会做什么事情？有风来，他不是跑，他跟这些有钱人杜拜的不一样，他是要拼了命。紧急的把这些东西给抱住，各位，你现在看画面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钓鱼场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大风来了，那个人抱着那个变成天外奇迹了，鬼狼都不会起来。我们再看一次，有没有？大风来了，他本来想说我用肉身之力抵抗，我洪荒之力应该撑得住吧，撑得住吧，老兄，去了没有哇、哦？然后下一秒他就飞出镜头外面了，也不知道他最后飞到哪里去，你就知道这个画面有多可怕。为什么说广东的这一起所谓的洪患暴雨会值得全世界重视？因为广东是整个中国南台湾生产最重要的基地，我们讲这个省太有钱了，富可敌国。其中重中之重在这个地方，深圳。深圳变什么样了？就像周杰伦有一首歌哦，叫做什么？他的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但这个也来得太快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前一刻呢还晴空万里，就没想到下一刻呢乌云密布。因为这个雷雨包来得又快又急又猛。等于就是说呢，原本这才白天，就跟我在讲哦，这是早上，可能正中午早上的时分哦，黑成这样，黑漆漆、黑麻麻一片。为什么？而且是瞬间雷雨包来了之后，规片乌暗明，下面都看无，举头三尺全部都是乌云。所以你的这个情况下呢，不只是如此，甚至就连深圳，因为我们刚才讲。是广东，现在灾情已经一路衍生到了深圳。对啊，看各位，我们刚才讲那个，你都觉得小巫见大巫，为什么？这是整个自助洗车场，包括它的机器，包括它的投币机。来，你再看一次哦，风太强了，所以整座洗车场就这样、往后变轨了。变轨之后还压到，你看里面原本还有很多车子停在那边洗车，哎，洗一洗之后突然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？而且不只是如此，在河北这个地方呢，也同样有狂风。原本的客人坐下来准备要点餐，结果没有想下一刻菜单看没有两三秒，哎，奇怪，哇，都爱了，哇，一爱，那转播招我去，你就知道现在大陆各地都因为这种极端气候的状况，深受其害，深受其苦。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。